你好，我是赖清德，我主张零到二十二岁投资未来世代，我将建立全方位的社会支持体系，针对零到六岁，我有五个方案来协助育儿家庭减轻负担。第一，扩大公共化及准公共托育；第二，增加零到二岁的托育补助；第三，让公共幼儿园在寒暑假提供更好的服务；第四，强化托育服务，提高相关人员的待遇；第五，完善育儿的空间环境。六到十八岁，我要提供多元均优的教育环境，我要全面落实高中职免学费，让校园环境能更友善学习，积极培育全球的公民。当然，儿少的身心健康以及特教的品质，我们也必须重视。针对十八到二十二岁的青年，我会制定青年政策白皮书，从三大面向投资高等教育，更要提高技职教育的品质，并且在工作、居住、公共参与这三大方向来调整政府的政策，回应青年的需求。我认为投资年轻人就是投资台湾的未来。我挺你，做自己，台湾会更好。